妖，冇你个头点知系你系嘛？系就嚟啊！冇啦。一阵间我又同啲姐妹讲明噶啦，吓，一分钟咧就扣钱。嗱，钱就俾咗咁多噶啦，成一成咁，如果你再迟嘅话咧，要仔我街嗰度。我有条绝桥，条后楼梯咧，佢玩嗰个围栏个防烟门咧，喺佢玩个位前面。咁我哋咧，佢倾唔掂数咧，我哋兜后面咁样走走入去咧，我识佢玩匹太币玩完。挺好睇啊！八頭到老太官腔嚟啲説話，咁就新婚快樂啦！好出啦！好恭喜恭喜！做到嘢噶啦！咩做一分钟？太子，你行前啲啦。
打翻俾我。阿叉離地一隻腳。嚇！阿叉離地。你即刻離地啊！離地。給至愛的老婆大人阿當娜，經濟大權起我手，每日錯咗啊！你就夠啦。你識唔識字啊？我洗衫煮飯你做曬。你識唔識字啊？你有冇成天出老婆啊？照顧屋企啊由你做。我話俾你聽啊！汽水就當娜唔收貨，由頭到哥屎尾嗰次㗎咋。公生日就年年有，一定送一日送有，兄弟朋友日飲酒，老婆 say yes 就唔冇得走噶啦，努力揾錢俾我使，金卡任碌就冇問題，見到靚女走去溝，一身有我已足夠啦你啊！求求老公幫幫手，兜啦，嗱三蚊幾多俾佢收？今日決定接你走，你今日決定跟我走，唔轉曬咯，將我同你叫轉曬，與你永遠長厮守，孫滿堂福氣夠，共偕年你到白頭，最愛你嘅，哇呢個真係～冇錯，你大聲啲先好讀啊！寫錯字點啊？當娜，你老公唔讀喎，收唔收貨啊？誒，走去啦！點啊，新郎哥？兩點嘅？讀唔讀啊？嗱，呢句要大聲啲啊！嚇！分分上，係成句啊！唔該。只愛你的老公分分上他收貨啊問老婆收不收貨 OK 問老婆收貨破門了鎖匙的喂那麼麻煩你給啦給啦慷慨一點不是不是大家冷靜一點新娘鎖匙房門你要開房門的鎖匙在我們那裡你就不要給咯爆門我最厲害皇上請息怒，皇上請息怒。哇，有錢都唔啊！水爺，水爺，係啊，有冇帶票啊？添啲啊！哇，一沓啊！起碼我三九九九啊！唔係啊嘛，頭先遲咗，扣。你剛才浪費我們的時間我們應該加錢給多兩張給多兩張快點快點快點誰搞先好啦你過埋長輩那關呢就可以拿到鎖匙找你老婆喂我們做完了喂我們出去了我們出去辛苦你了走了水抹抹零爽三十哈龍爽三字啊 ！OK OK， 啊，呢叫咩開罐？呢個開罐，個飽飽味喲。零爽，OK。喂，我係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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